哎呀，我打嗝了，完蛋！啊，天哪，我开始打嗝了，怎么办？完蛋了！水，我身边没有水，我的天呐！我跟你说，我以前，深呼吸有用吗？深呼吸，喵喵，Hello，大魔王，啊，我真的，哦，天呐！啊，我不行，啊。谢谢社长送给霸王定差，我烦了吧！我身边没有水，我完蛋了！我肯定很吵，都是这种声音，你们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把这段截出来给我做什么什么。鬼畜啊！我拜托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因为我有的时候，就我之前在搜阅图的时候嘛，然后我就会很害怕，我就很害怕，如果唱那个抛硬币的时候，如果我突然打个喷，完蛋了！如果我在抛硬币的时候突然。我在看，比如说，如果突然打嗝了怎么办？我就非常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因为空气，我现在咽点口水进去。谢谢南珠沙花的小星星，不许笑我，你们不许笑我，不许笑我。我现在吞口水，我妈妈以前一直教过我的说。为什么？说老板，我不行，我背后是什么？我不要说我自己。我身边没有水，我身边没有水。我要喝，那我看一下啊，按或者按拇指和食指。憋气30秒，开始了。我还是吞口水的。我去喝点水，等会儿让我妈妈。特别是，我一打打嗝，非常难停下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非常害怕，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公演上面。打嗝的话，那我不会完蛋了吗？我去喝口水，你们稍等一下。妈妈，我打嗝了。我喝太多，被谁笑我？看吧，哎，怎么不行了？还不行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黑小孔，我看到了，那是30分钟，那是30分钟，我人还在吗？请问？请问我还能活在这个明媚的世界上吗？分7次下耶，谢谢啊，读的关注。
要不你们跟我一起憋气吧，我们试试看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喝了很多？我真的是一个，一旦把歌开始，我就是一个很难停的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吃点东西会不会好一点？我是不是因为吃东西了，所以我刚刚吃了一个香辣手撕素肉，所以给他呀，大哥，酒窝说差不多可以治大哥，酒窝骗了，骗子，你们骗子，谢谢欢迎听听，你们不许说我，你们不许那个。不许截出来，听到没有？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你们的起床铃声。我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是该向前吗？是该退后吗？有一难以抉择的那么 chest， 请你告诉我，谁先这种。可不信到底有多少笔账，是该向前吗？是该退后吗？没有去求是多烦恼我 just 就连我自己还不能决定，只能开销你注意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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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我的爱抛硬币决定，你的眼神温柔就像我身上。哎，好真的哎，心跳跳中藏，藏不住激动，却被看透。感觉你像是在等我，最后能否说出口，撩动我的迷人计，撩动我的迷人微笑，暗示什么？来见面，是该向前吗？是该退后吗？没有，怎么唱？是该向前吗？是该退后吗？有为难以抉择的 no more chance， 请你告诉我。哎，真的不好耶！实现这种梦，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比重？是该向前吗？是该退后吗？没有去尝试的话 ，No more chance。就连我自己还不能决定，只能开上帝之眼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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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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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爱抛硬币决定。